本游戏啊，不，本动画由梦塔房友情干可支援。会守护好华夏大地，请祖国人民放心。太阳彼岸向全世界发出警告，各国表示会不遗余力对抗此次入侵，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团结在一起。我靠，原来是梦啊！我靠，梦见自己的梦中情人了吧？这你都知道？你们以为天使就只会舞刀弄枪吗？我以为天使只会搔首弄姿。我们天使都有洞察之眼，像你们这种地球级别的人看一眼就知道来历，因为你们的资料全部都记载在落后的计算机里。那也就是说，你们见到我们的时候就正在入侵我们的数据库。入侵？是你们太落后，把资料存在那什么破计算机里。就像你们读取不了孙悟空的数据，但他看你一眼就能读取你的数据，所谓的火眼金睛。孙，这你也知道？谁叫你们都备案了？其实也不怪你们，在暗物质位面会有一种媒介记录你们的行为和思考，但你们人类完全感受不到，因为没有这种基因支持。直到时代发展到了如我们这个境界，境界就懂得如何收集这些信息，或者抹去这些信息。你们太落后，我都懒得解释了。即将到达费雷卓星系，请准备出舱。本星系滑翔机是由虚拟科技和天使之翼组装而成，无法穿越费雷卓星大气层，请做好人工飞行准备。落地有危险吗？都银河之力了，还想这么个破问题？你们是有多落后？我叫葛小伦，地球人，超神学院熊兵连的第一代超级战士。我们地球也从屌丝时代进入到了造神时代。我现在被一名美丽的天使姐姐带到了费雷卓星，参加一场前路未卜的狙击任务。这是一场天使与恶魔的战争，说白了也就是神神鬼鬼的战争，而我们地球的战士则是第三方受害者。天使们希望我们去帮助另外一批受害者，也就是接下来我们将要做的事情。好吧，至少天使们有心要帮助他人，和我们有那么一点相同，不是吗？认识至心啊！你居然认识至心？天哪，难道安妮那个部落信奉的审判天使的故事都是真的？是吗？那艾妮怎么传播我的？那你是燕，听过吗？燕，好像有一个雷鸣战神燕，难道您就是雷鸣战神？不错，
没错，我就是。天哪，我族遭灭顶之灾，我族信奉时光之神爱尼西德，族信奉审判天神，审判天神降临来拯救我族。爱你，我错怪你了。时光神也是有的，这不，这孩子就是时光神赐给你们的守护神。自己介绍一下。我咳咳，我叫葛小伦，他们叫我银河之力。您就是银河之力？怎么，这你也知道？划破恐惧的银河之力！天哪，苍天哪！我们部落之前在为各自信仰的神自相残杀，而你们却手牵手一起来拯救我们。北方大军也都被打没了，这里曾是我族最繁华的寨子，好吃好喝，小伙个个能打，好娘们遍地都是，可最终也没逃过这一劫呀。传说是什么上古剑魔，张牙舞爪，身高三丈，那么高，对，那么高，那么高，对，手持一把奇形怪状的剑，剑一甩发出巨大的火焰，一下就把那勇敢的战士给掀翻了。那种痛，那种伤痛，我是他们的国王，我却苟活。哎，别激动，孩子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请大神们一定要降妖伏魔。那个不是什么上古剑魔，是莫甘娜的一个老兵。莫甘娜，上古堕落之王莫甘娜，上古堕落之王！天哪，那可是只有最邪恶的传说里才有的魔鬼，统御一切的魔鬼。哎，他说那个是我们见过那个不停喊白痴那个莫甘娜吗？对，在凯莎女王面前，他除了喊白痴一无是处。闭着是吗？小孩子别问那么多。哦，那种魔鬼应该不在我们的世界吧？啊，不在，他在我们的世界。天界，地球。怎么样，卑鄙无耻堕落的魔鬼们，这个世界满意吗？满意。我为你们呕心沥血，身先士卒，开疆拓土。为了什么？堕落，永恒，自由。看到那边两架直升飞机了吗？两架破古董，让我来拍死他们。不不不，不要轻易言战，那里面坐着几个重头战士，诺星战神大堤，诺星尖刀瑞蒙蒙，以及两名神和文明的超级战士，另外还有两只臭天使正飞过来侦察我们，要精巧设计这次狙击，争取完美拿下，不要让战士们再受伤了。报告总部，报告总部，发现巨大的恶魔舰队群，展开一大翅膀。
报告首长，刚才咱们的两架巡逻直升机受到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影响，彻底摧毁了我们之间的通讯，而且这个冲击波还在扩张，现在整个半径240公里内无法使用卫星通讯。没有更高级的通讯方式了吗？双翼被带到了地球，瞬间就摧毁了我们之间的通讯。那我们要如何向凯莎女王禀报？这是一个圈套，他们想在地球狙击掉我们的。凯莎女王，心吧。不过超级战士之所以叫超级战士，是因为你们他们都被设计成钢铁之躯，甚至神体不败之体等，刚刚那一炮还杀不死那些人渣。去给你们配置90颗式神一号穿甲弹，先干掉那俩天使，子弹别打给诺星战神，那家伙是神体。索顿兄弟，你去对付神还得靠神力。我害怕他们拿那种东西大蛋的。是说这种东西？是啊。没事啊。能有什么事儿？那他们造这玩意儿干嘛？自相残杀呗。女王，作战计划已经拟定，消灭熊并联，摧毁凯莎，炸沉巨侠号，3天之内完成。我的战友们都在地球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。我的战友也在地球。这是在干嘛呢？这是祷告收听器，你们叫做神坛或者图腾，可以倾听信徒们的心声。我能跟他们通个电话吗？这儿哪有电话？那你们之间怎么保持联络？要不晚上我们找个地方合体，然后你就具备了天使的某些能力。不可，人家早就明草有主了，要合体也不跟你合体。你求求你别再引诱我了。听说雷霆战士叶是个喜欢高大男人的女神，你就这样跟谁说话的？不好，有恶魔急速靠近。超级原始的小怪物。为什么？我可是左翼护卫燕，不动用式神级作战方案，这都没意思。来来来，杀了我吧，小怪物们，享受一下天使燕的身体。燕林燕红海天红海。是安妮信仰的雷鸣战神呐、有救了！
我还是感谢雷鸣战神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葛小伦的手办，好吧，名字可能大家听着还不太习惯，其实我也不太习惯，求鞭挞。首先，我不是来推销手办的，我就是想说，咱们一不小心就撸出了三个基友出来，看看，还挺精致的，挺牛叉的啊，各种牛叉。不是，我刚说完我不是来推销手办的，这怎么忽然间微信地址就飘出来了？现场打脸呢，这是。好吧，言归正传，如果大家对影片有什么意见和建议，可以直接百度导演微博虚拟萨拉雷，他说仅代表个人身份的话，他可以无话不说了。可是如果您想了解超神学院或者相关资讯信息周边，还有你想喷他，那就来官方微信吧。当然，如果你想和其他观众交流，或者看其他观众热议，或者吵架撕逼，或者再水一水，和大家找欢乐，可以去百度贴吧。就是这样，谢谢。来了吧。在孤单驱散了